队长送了一个帽子，送了一个帽子。谢谢，别太高兴，别太高兴，别太高兴。讲我先讲一下，今天真的是这个高粱酒真的是很多人喜爱啊，那我们也都被乡亲真的是要到都没有了，但是回乡妈真的是把这个仅存的，我想这大家都知道，仅存的真的是希望可以回馈给我们今天来到现场的所有的亲爱的家人好朋友哦，所以还没有填资料的赶快加入我们的 LINE 去填资料，而且这上面还有这个我们韩院长的亲笔签名，意义非常非常好。好的，所以啊，对啊，待会应该也可以上台跟他照一张相。我们这一瓶酒有韩院长的亲手签名吗？他刚摸过了，他摸过了，你知道吗？更价值。我跟大家报告，这是立法院订高粱酒每两届要订一次，这是首先第一次使用水晶瓶。第二个，每一瓶酒都5年以上陈年金门高粱，那出来以后呢，因为非常的漂亮，所以供不应求。廖永祥委员啊，今天为了感谢乡亲，他把他最后剩下的2瓶啊，叫我签个名，然后在这里啊送给各位乡亲大家摸奖，我觉得蛮有意义的。那这里是个国花，中华民族的国花国徽，在这个地方打开以后要放进去，这瓶酒非常漂亮，而且在外面很受欢迎，很受注意。好，希望两位幸运者，我不敢抽。我也没抽到吧？有，这里，抽奖机在这里，我们请我们的院长帮我们按下红色，对，按下就好了。那抽到奖的幸运开心，没有抽到不要骂我。好，1、2、3，5号，那再一次，刚刚那个是5号，我们后台在看您是几号，再一次哦，再一次。先抽一个是吧？抽个一个就抽一次。陈佳云小姐，你在哪里？陈佳云小姐，陈佳云小姐在哪里？今天跑步，小跑步，我看到你了。还有一个，好。来了，小姐，好。刚刚那个是公平公正，他是抽到，他是扫伟翔的 QR code 扫到的哦。那接下来二姐的也有哦，所以呢，刚刚有填 QR code 二姐的，我们现在是要抽二姐的，一样由院长来帮我们抽。好，谢谢我们院长。院长在一下我们的神顺手。不会。对。这个是扫二姐的 QR code， 也就是黄欣慧的 QR code。142，我们后台，我们都是有公平公正，这边有你的资料。142。张阿瑞小姐，张阿瑞142号，哦，他很跑很快，要，来恭喜张阿瑞小姐啊！小心。这是由二姐扫二姐的 QR code。谢谢我们院长，我们特别感谢我们韩国瑜院长啊，谢谢。
掌声，谢谢我们韩院长。我们用双手代替鞭炮声哦，恭送那个我们韩院长。接下来呢，我们闪亮乐团，那个。我们要来邀请我们的二姐的闪亮乐团啊。院长，可以帮我签通知的爸爸吗？来玩家嘛。好，辛苦了，辛苦了，好，小心啊，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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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